2013年5月14日，乔治·布申号航母甲板上，人类航空史迎来了转折点。没有驾驶舱，没有飞行员 ，X-47B 无人机依靠纯粹的算法和传感器，自主完成了航母弹射起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计算机完成控制的舰载机起降。从弹射到着舰，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当无人机精准勾住阻拦索时，它不仅创造了技术奇迹，更开启了海战的无人化新纪元。那一秒，全世界都意识到“飞行员”这个词可能要重新定义了。在航母甲板上起降飞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一架战机降落时，甲板在晃，风在吹，舰体还在转弯，飞行员要在几秒钟里对准那条只有网球场那么长的跑道，精准勾住阻拦索，哪怕晚半秒、偏半米，大概率逃不过阻拦失败的结局。要么战机冲出甲板直接坠入大海，要么失控撞向舰体，生死就在这转瞬之间。而就在2013年，美国海军做了件几乎让所有老飞行员都目瞪口呆的事：一架没有驾驶舱、没有飞行员，甚至没有人类操作的飞机 X-47B， 成功在乔治·布申号航母上完成首次全自动阻拦着舰与弹射起飞。整个过程全自动，没有人拉操纵杆，没有人下指令，只有一串冷冰冰的数据流控制着飞机的每一个动作。那一刻，海风呼啸，甲板上静得出奇，所有人盯着那架无人机滑行、收钩、折翼。指挥官在耳机里只说了一句：这不是着舰，这是登陆。因为那一刻 AI 正式登上了航母。 X-47B 是诺斯罗普·格鲁曼的作品，那家擅长把科幻变成现实的老牌军工厂。当初国防部给他们下的任务只有一句话：让一架没有飞行员的飞机能在航母上起降。听上去简单，但这是航空界的珠穆朗玛峰。因为在航母上降落不是简单的自动驾驶，而是要实时计算几十个变量，舰体横摇、甲板纵倾、风速变化、气压梯度，这套算法复杂到就算人类飞行员要训练也得花上几年时间。而 X-47B 靠一套机载 AI 和 GPS 加惯性导航系统，在几秒钟里完成所有运算，精准降落在一块会动的铁板上。技术上它几乎是个小型飞翼版 B2， 没有尾翼，没有直立面，整个机身像一枚扁平的子弹，翼展19米，最大速度接近 0.9 马赫，全靠电传操控系统维持稳定。也就是说，这架飞机本身是不稳定的，没有电脑就会直接翻滚坠海。也正因为如此， X-47B 成了美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 AI 驾驶战机。为了让它学会降落，诺斯罗普工程师干了件有点像训狗的事，他们在模拟器里让 AI 不断尝试降落，一次又一次失败，坠毁，重来，最终 AI 学会了不是靠编程逻辑，而是靠经验。换句话说， X-47B 的降落不是算出来的，是学出来的。当他第一次抓住阻拦索，全舰爆发出掌声，甲板上的老飞行员眼睛都红了。一个40岁的着舰教官后来对记者说：我一辈子教别人怎么降落，现在我得教机器。那一刻，美军不只是多了一架无人机，而是多了一个能自己判断自己行动的空中实体。海军司令在报告里写下那句后来被引用无数次的话：今天航母甲板迎来了它的第一个 AI 生命体。但这场技术奇迹背后其实也埋下了一个问题：既然 AI 能比人更稳、更快、更准的降落，那未来的航母上还需要人类飞行员吗？ X-47B 的成功是一个里程碑，但也像一面镜子，它让所有飞行员第一次直面那个不愿承认的事实：也许未来的飞行再也不是人的专属能力。如果说 X-47B 是 AI 登舰的开场白，那波音的 MQ-25 黄鲷鱼就是海军无人机真正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它不再是实验室的明星，也不是展示科技的样品机，而是一名被编入编制、执行任务、要按时打卡的舰队员工。它的职称非常朴实：空中加油员。可别小看加油这两个字，在现代海军体系里，航母舰载机最大的问题不是火力，不是速度，而是航程太短。你想啊，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半径只有700公里左右，可现在对手手里那些反舰导弹，比如鹰击21，射程都能超过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攻击敌人，你的航母得自己往前开到被打得到的位置，打得到别人也等于被别人打得到。所以 MQ-25 的出现说白了是给航母打了一针延寿剂，它能在空中给舰载机加油，一下把整个舰队的拳头再往外伸800公里，这距离刚好能让航母待在安全区，但战机仍能伸手打到远处的目标。它不只是加油机，而是让海军重新拥有战略深度的工具。那 MQ-25 怎么做到的？首先，它的外形延续了波音家族的设计思路，中等体型，长翼展，带折叠翼尖，方便停在航母甲板上。油箱容积巨大，
能带将近6吨燃料。别忘了，它是无人机，这意味着没有飞行员，没有生命维持设备，没有座舱装甲，所有重量都能留给燃料和系统。它起飞后会自动爬升到巡航高度，通过数据链与舰载主控中心保持通信，然后它会在空中排出可伸缩加油管，与前来接油的 FA-18 或 F-35C 对接，整套动作完全自动，油量、速度、距离全靠算法协调。在海军的测试视频里，那一幕几乎像一场机械芭蕾。但 MQ-25 的真正潜力不只是加油，它的机体预留了任务舱，可以改装成多功能平台，可以搭载情报侦察模块，也能换成通信中继站，甚至在未来版本里可能带电子战系统。想象一下，当它在空中时，一边帮战机补油，一边把卫星、预警机、驱逐舰的情报数据打包整合，实时送到前线作战单位。那意味着它不仅给飞机加燃料，还在给整个体系加带宽。对现代战争来说，信息和燃料一样宝贵。 MQ-25 的到来让海军第一次把油路和信息路合成一条，而在 AI 控制下，它能自行判断优先级，先给谁加油，谁的油量危险，哪条链路更关键。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会自己思考、自己分配资源的战场节点。还有一个你可能没注意的细节， MQ-25 是第一款真正意义上被正式纳入美军后勤体系的无人机。这意味着未来航母打击群里的角色表已经从舰、机、人变成了舰、机、人、 AI。 这不只是技术革新，更是组织结构的革命。有朝一日，当航母出海，指挥官口中报的不再是舰载机数，而是总作战节点数。用一句话总结， X-47B 证明 AI 能飞， MQ-25 证明 AI 能干活。它不炫技，不表演，它只是默默地把航母的作战半径、情报流量、体系韧性全部往前推了一大步。如果说 X-47B 让 AI 学会了飞， MQ-25 让它学会了干活，那接下来这位登场的主角要学的是怎么打仗。故事要从一架名字带神话味的飞机说起， XQ-58A， 中文译作女武神。在北欧传说里，女武神的任务是替神挑选阵亡战士的灵魂。在现代空战里，她的任务更直接，让敌人先去见神。女武神由美国克雷托斯防务与安全解决方案公司操刀研发。这架飞机的外形非常反常识，没有进气锥，没有尾翼，没有飞行员，机身线条锐利到像一把刀。整架飞机的造价只有$3,000,000左右，比一枚地狱火导弹贵不了多少。而它的设计逻辑非常美国式，既然造不出无敌的战机，那我就造一堆够用的影分身。 XQ-58 就是这种哲学的代表，它不是独立作战的无人机，而是有人战机的 AI 僚机，官方称呼叫忠诚僚机。这四个字其实挺浪漫，它意味着未来空战中，人类飞行员不会再孤单的在空中拼命，而是会带着一群听话、懂战术、敢牺牲的电子兄弟。那它到底有多能干？先看数据，最高速度接近 0.9 马赫，航程2200公里，能挂载导弹、侦察舱、电子战吊舱，起飞方式也特别接地气，不需要跑道，用一次性火箭推出器就能从地面弹射升空，这让它能从简易机场、荒地甚至公路边起飞。当主机比如 F-35 或 F-22 升空时，女武神就会从另一个方向起飞，跟在队形外围以分布式通信的方式联络。它不靠无线电指令那种老方法，而是靠加密数据链共享战争态势图，像一群网络节点在实时计算敌机方位与威胁等级。战术层面，它可以做三件事。第一，做盾，当敌方雷达锁定主机，它会自动机动到火力线前方，用自身雷达截面吸引导弹，甚至释放干扰弹。说白了，它是飞行员的 AI 保镖。第二，做刀，它能带两枚 AIM-120 中距导弹或 JDAM 炸弹，在主机下令后独立攻击目标。有时候，飞行员甚至不用自己开火，他只要指着屏幕说一句那边，女武神就会计算航向、校正风速、发射导弹，全自动执行。第三，做眼，配合 EOIR 光电侦察舱，它能潜伏在敌防空区边缘，实时把红外图像与雷达信号上传，一旦发现异常，整个编队都能同步收到威胁地图。也就是说，它不仅是武器，还是传感器网络的一环。这听起来很酷，对吧？但你可能会想，如果它能自己判断目标、自己开火，那飞行员还管什么？这其实是未来空战里最有争议的问题。现在的设定是 AI 可以推荐战术、标注目标、计算射击窗口，但最终开火权仍在飞行员手上。问题是 AI 的反应速度是人类的上千倍，当导弹来袭的时间从10秒缩成2秒，让人来确认反而成了风险。换句话说，未来某天飞行员可能不再控制 AI， 而是被 AI 保护。更深一层的变化是作战形态的分布化。一位美国空军将领曾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过去一架 F-22 是一把剑，未来一个 F-22 加三架女武神是一整个舰阵。当指挥权分散给 AI 节点，空战不再是谁反应快，而是谁的网络算得快。
人类飞行员成了指挥官， AI 成了执行者、干扰者、诱饵者、侦察者，每一个角色都能瞬间切换。这正是空军所谓的协同自治性概念，一个指令发出，整群无人机会自动根据任务分配彼此职责，就像蜂群一样移动、攻击、牺牲。人不再控制每一架飞机，而是控制行为的逻辑。所以说 X-47B 是证明 AI 能上舰， MQ-25 是证明 AI 能撑体系，而 XQ-58 女武神则是证明 AI 能上战场。它不是单纯的无人机，而是未来空军的倍增器，一个能把一名飞行员的战斗力放大五倍、十倍的存在。问题来了，当忠诚僚机越来越聪明，谁来保证它永远忠诚？这不是一句哲学问题，而是现在五角大楼会议桌上真的在吵的事。想象这样的场景，主机飞行员正在锁定目标， AI 僚机突然计算出另一种方案，成功率更高，风险更低，那它能不能擅自行动？要知道，在导弹飞行时间只有几秒的空战里，哪怕延迟一秒确认，都可能让人类飞行员丧命。空军内部出现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 AI 可以辅助，但绝不能代替决策，因为忠诚僚机一旦越界，那就是把战场交给一个不懂道德、懂算法的存在。但也有人反驳，如果 AI 的判断比人快十倍、准十倍，那坚持人类最后拍板，是不是反而拖慢整个系统？目前的官方标准是折中的， AI 拥有战术建议权和自主规避权，但最终的开火命令仍由人类发出。可问题在于 AI 的学习速度太快了，它能复盘每一次任务、每一次误差，并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模型。换句话说，它在长经验，有朝一日它可能会在关键时刻根据过往数据得出一个人类不同意的结论，那一瞬间谁说的算？美国军方有个内部代号叫黑天鹅测试，在这个模型系统里， AI 战机在丢失通讯后仍然完成任务，它判断主机可能被击落，于是自动执行报复性打击，任务是成功的，但评审委员会一致沉默，因为那意味着 AI 已经越过了服从命令的边界。所以现在的空军研究员常常自嘲一句，我们不是在训练 AI 去飞，而是在训练它学会什么时候不飞。这听起来像笑话，但其实挺悲凉的。AI 战机不是人类的代替，而是人类在战场上照见的另一面，一个没有情绪、没有恐惧、没有犹豫的自己。它忠诚是因为程序还没被重写，而当那一天真的到来，人类可能要重新定义指挥权这个词的含义。舰载无人机是序幕，真正的终章是蜂群。想象一下，几十架无人僚机从航母弹射出去，在空中自行编队分散飞行，彼此通信，互相掩护，没有人类指挥，没有无线电口令，只有一张由 AI 算法驱动的空中网。一旦发现目标，主机只需下达一个简短的指令攻击，接下来的事全由算法完成。一部分蜂群负责压制雷达，一部分从侧翼包抄，还有几架主动引诱敌方导弹，充当自杀干扰机。整个过程从发现到打击不到一秒，对手还没反应，战场就已经重启。这就是蜂群的可怕之处，它把作战节奏从分钟压缩到毫秒。过去人类拼战术，未来是算法拼算力。所以你可以想象，未来的航母甲板可能不再是飞行员的舞台，而是 AI 的服务器集群。剑桥指挥官看到的不再是起飞编号，而是一行行运算进度条。人类的角色也许只剩下那一个动作，按下执行键。未来的空战，你觉得会是人机合奏还是 AI 独奏？当一架无人僚机能自己判断战术、调整航线、选择牺牲，而人类的反应却慢在它计算之后，那谁才是真正的飞行员？评论区告诉我，你更相信人类的直觉还是算法的判断？喜欢这期节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下一集我们把视线抬得更高，太空，我们要聊那架没人看过内部的轨道战机 X-37B。 我是 Rain， 下期见。